嗨。谢谢白靠的玫瑰花。对呀，我就过来啦。谢谢艾腾的秋天奶茶。对，你看这个背景就是在监狱。晚上好。回来的就直奔这个监狱了。好点，我感觉吃完就觉得好多了。你呀，晚上好。应该吧，我自己猜的，我自己猜。谢谢小龟的大神。对啊，我现在谢谢雪地的秋天奶茶，谢谢黑黑的秋天奶茶。要看公演吗？嗯，等他们说这个是吧，这个是我们监狱的图书室。谢谢可乐平原的大神，谢谢小英的秋天奶茶。这个真不是我蓝色掉的快，我谢谢李喵喵的秋天奶茶。这是被我昨天那个在外面理发的那个人给我搓的太厉害了，本来把我的蓝色给搓成了绿色。对，我们还可以就是多多读书，就是修有多一些这种文化修养。水，他在自己屋里，一会儿就过来了吧。谢谢绿绿绿打不着的三颗巧克力来探监了。哎，倒也不必说的这么可怜啊。什么叫看来看我直播就是来探监了？嗯，家人，这个咱们就是说没有必要啊，来探监。谢谢睡着了君君的大神。啊，确实也算是吧。谢谢盐酸巧克力，谢谢足坛运行的秋天奶茶，谢谢黑黑的秋天奶茶。对，模仿什么打电话？最有文，对，当正当这个最有文化，他要直播24小时，那他来不了监狱了。我们这个监狱生活晚上的话，这好像也不干什么。对，是他有点掉色，洗一次掉一次。谢谢做看运气的巧克力，我没有偷偷笑，我没笑，我刚好进去拍的，那把我拍成鸭子嘴了，不好看。他用他的滤镜拍的就不适合我的嘴巴，我肿成个那个样子。谢谢雪松味瓶盖的巧克力，我没笑，我只是正常的表情。谢谢略略打不着的十个大神，但我的嘴巴平时不是那样。现在是我跟郝金两个人，他正在那边弄东西，然后那个，监狱长一会儿他就出来了。我没看到水水直播说我曾阿姨家，他跟李珊珊下楼干嘛去来着？忘了，刚刚那会儿还在来着，听说多比坐垫。它有点大，我不好给你们拿过来。反正就是，哎呦，好不习惯在这个屋子直播的我呀。好绿哦，我跟这个绿色的椅子融为一体了。这个光好看吗？它比我屋的好看吗？我觉得我自己屋子，我比较习惯。啊，放风去了。在线了，哦，对，水水昨天也在这边。因为这边是那种黄一点的暖光，水水要跟我连麦。奶茶，艾瑞奇，收到了吗？收到了吗？你看得到我吗？海冰姨，笑啥？
你笑什么？你为什么这么叫？突然我就想叫叫你魏琪而已嘛。哦，那你叫吧。你不要这么敏感好不好，瑞奇？好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只是想连不连敏你而感。已，just 想要连连你。哎，你刚说什么呀？你我那会儿刚点进去，你已经不说了。你说你要直播24小时了。我没说你什么，我什么都没说。我说你干嘛？我不说你。那好吧，你什么时候过来啊？咱们俩别探监了，好吗？你啥时候过来？等一下啊。人生最大的悲剧，莫过于失去自你干嘛？你要收了我吗？你？由。人生最大的痛苦，莫过于失去亲人和朋友。没有响亮的嗓音，这啥声呀？大音悲，都这不什么能咒伴吗？我，但我有一颗诚挚的心，在这美好的夜晚，这是铁窗泪，有他们千说首这是千铁窗首泪，是铁我窗泪心吗？中的歌。谢谢奶你快茶。过来，你得一起来铁窗泪啊！我不用一个人泪啊，你得一起过来泪啊。你好好听听这歌。它有什么内容吗？我听一下。那闪闪的星光就像妈妈的眼睛一样，让我低下头来，悔恨难当。我为什么要悔恨啊？我在干嘛？我在照着他歌词做啊，他让我低下头来悔恨，我为什么要悔恨？其实只是想让你听听这首歌了，好好做人啊，争取早日出来，拜拜。哎，你不也要进来的吗？你一会儿他把我电话挂了，好果断，这个女人。不是，你知道吗？她今天真的是这样的。他在 MC，当时我在第三排嘛，他也在第三排。他当时就是拿后两个字开玩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当时他叫哦，因为小树有人喊他的 call 叫是男是男什么的，然后他就开始开玩笑了。他说瑞奇，然后我说冰怡，然后他说什么哎，反正他就开玩笑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有一个我就没有反应过来，然后他就开始笑，然后。对，真的很，就是他突然这样子叫，真的很怪，然后就开始笑，哎呀，反正很尴尬，哎呀，对，我，哎呀，不是，就是，哎呀，对，反正就是真的，然后我那会儿就没有反应过来，我说，什么？然后，哎呀，就是他真的。那发什么神经？然后就是他突然叫这种，字，你知道吧？突然叫名字的这个字，然后就好卡，哎呀，哎，我头发都抓乱了，哎，我头发，对的，我们瑞奇这个名字还是很有诗意的，是吧？这怎么这么流？对，我现在在这个监狱。对，我一会儿等那个郝静怡出来，我说说书立，看看他有什么反应。算了，他没出来。那我该怎么开头呢？好，静怡，你不要像只猫一样看我好吗？静怡，找不到我吧？找不到，舒丽，你有病啊！你怎么冷漠呀，玉林？
林，你这哎呀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这样。我只是因为直播前他们想要让我开玩笑，都是他们指使我的。他们刚刚在屏幕前指使我，然后就被迫开你的玩笑。玉林，玉林，啊！你的睡你的觉吧！哎，好想玉林啊！你有。对，我今天就是有点，我不应该，我自不量力，我今天我是有点，我可没脏你妈，那么那对吧？堂堂射手座怎么输给双啊？怎么了吗？射手座必须要什么都赢吗？我又不是狮子座。我们上一个话题什么来着？谢谢土豆泥的十个巧克力。因为现在还没开始的吧，这个公演。谢谢大大大王的大神。啊，水水来了吗？好些了吗？好了，我去打了点那个水。谢谢瑞神的大神。对，我们应该，我们一会儿会一起看的，但那可能不会直播了吧？我们看公演很吵的。我们谢谢 Five 随的秋天奶茶，谢谢七杯三万塔四季奶昔的秋天奶茶，谢谢 DYS 的十个大山，看吧，看他过来那什么。谢谢各一个的秋天奶茶，是吗？你们看公演也很吵。别这么叫我名字啊！你这样怪生疏的，你这样一般很少的这种，你们觉得谁把自己大名后两个字那么叫呢？反对，你该叫什么叫什么，带上好进一些，我们一会儿应该会吧。好进，你一会儿看公演吗？可以啊。好，你看我们好进，我们监狱长就是如此的独特。他不是说你有病啊，就是可以啊。他就是一些非常简单易懂的这种，那个叫什么语气词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他能成监狱长，这就是他就是，对，很冷漠。每一个字，谢谢无敌独尊的大神。每一个字都可以正正好好的，就是让你明白。对，多一个字他都不会再说的了。哎，给你们看，我昨天，哎，算了，太远了。我昨天把那个多笔还拿来了呢。我说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可以这个拿这个多笔放在这边当我的替身。谢谢小叮当的八个大山，有点太远了。后面，对，后面真的有这么多书。我们后面这个啊，你真的觉得这是真的书吗？你那还能？你这个什么势力啊？这是壁纸啊？这是那个什么背景布？大家，你们这叫的也太客气了吧！谢谢 DYS 的皇冠，谢谢你的皇冠。是啊，当然是背景布了，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书？我们监狱长平时虽然说他看很多书，但是不会放在这里的。谢谢两套深圳房的进口杯的秋天奶茶。对啊，这不是圆形的那个关。
对啊，我自我介绍也是爱看书呀。谢谢无樱桃子的六个巧克力。瑞奇真懂他，对的，瑞奇真的很懂我们静怡，我们静怡。谢谢范随的99个大闪，都很爱看书，所以我们这个监狱这一角就是我们的图书角，我们这个每次都围坐在这里。什么书都有，就不管这些你们说的这个这那的，嗯。能呀能呀，对，就是他什么类型的都有，很好学，我们都。谢谢高贵白嫖皮卡丘的夜蝶，谢谢你的夜蝶，谢谢阿宇的两个大山。什么种都有，什么种类的书都有，不是什么猪都有，嗯。今天不是我，今天是我是主动上门的，我没有被抓来，我是今天主动要过来的。不是自首，我已经进来了，我干嘛还自首？我今天主动过来，因为这两天这个托马斯监狱真的很热闹，我们这两天那个囚犯真的是越来越多，不光上八的囚犯，连光八都有来的。然后就是昨天嘛，昨天晚上李珊珊那个郝金给李珊珊丢了一件衣服，我说郝金都已经给李珊珊准备囚服了，因为他那身衣服真的很像囚服，然后李珊珊当时穿上我觉得很合身，我也不知道，那是可爱猫猫睡衣好吧。哎，你哪有，但是你那个色调一整是那个那种棉麻的那种质地的感觉，那就是什么，那是囚服呀。你有见过黄色的囚服吗？那是淡黄色，那不是灰土色吗？是淡黄色，你个色盲。我不是色盲，它真是灰土色。对，反正，然后昨天不是色狼，是色盲。色盲，他说色盲，但我不是色盲。对，然后就觉得很合适，而且他真的，他是我们这个监狱里面最乖的，真的很乖。他住的很舒服，就是他待在里面，就是对，因为他也住在这儿嘛，所以说他不会有想走的意思。但是我们每次就是到点了，我们就该得走了，但是他就是唯一待的非常安稳的那种，嗯，睡在这儿很幸福。之前总夸，对的，他确实。这两天听小北说了，嗯，谢谢七杯三分糖四季奶奇的99个大闪，刚进去都这样，确实，拍水竹丹的那会儿，对哦，我们那会儿还哎，不是，我们合影是在哎，反正拍 MV 的时候也在一块儿来着，拍过照片。对，他也来了，但我今天还没见到。谢谢王老板叫凡凡的十个巧克力，谢谢百靠的秋天奶茶，谢谢蛋推的住在晚上七夕里在推的秋天奶茶。不知道，因为应该会提前跟我说的吧，如果缺人的话，反正我还不是还有很多没学的歌嘛，就学着吧先。每天点名啊，应该搞个点名册。谢谢烤鸭的秋天奶茶。没有，我现在不困了，我那会儿在车上是真的很困，我在车上就是睡着，睡到我那个这边的耳机都被我耳朵这样挤掉了，别让郝金怡听到。那不会的，签到表挺麻烦的，这个东西副监狱啊。真的吗？李珊珊这么快就成副监狱长了？那不，他怎么能这么快成副监狱长呢？谢谢两套深圳房金口碑的20个大闪。我们天天兢兢业业在331坐着，为什么李珊珊这么快就变成了副监狱长？郝金怡，我什么都没说，你封他成了这个，我什么都没说。你看我们监狱长什么都没说。谢谢来个七桶的10个梅花，谢谢
与尼罗峰吐司的九十九个大山。那他肯定就是他自封，那我也可以自封，我自封这个监狱的那个什么什么呢？好，金，你给我封一个吧。谢谢寻什么幻还是管的大山。第一囚徒，这听着很那个什么。谢谢单身美少女的秋天奶茶。好，金，你给我封一个吧，这样我就是你第一个册封的。册封，册封。哎，你快给我封一个，快封。你这是在为难我静怡。快快快快快。这样的话李珊珊他这个自封他就不算啊，万一一会儿。你是谢谢王哪淘的巧克力。你放过我吧，我不想在这里还在说 MC。 好吧，谢谢 DOS 的秋天奶茶，他觉得我是在跟他说 MC，我让他封我一个东西，他觉得在说 MC。 水水怎么了？卫生也不无理取闹一点，那我再无理取闹我一会儿被他踢出去了。我说我要是一直缠着他说好鸡不行，你给我起一个，你给我起一个，然后他就会说，他就会用他的那种口音，对，你出去吧行吗，别在这发疯了，有什么毛病啊你。肯定要这样是吧。好鸡笑了，嗯，就是这样，对的。你在找我啊？怎么又要跟我连麦啊？好紧啊！不，水跟我连麦。Hello。啊，你怎么又不跟我连麦啊？你看得到我吗？看得到啊。那没事了，谢谢你，拜拜。我刚刚这边卡了，他们看不到我，所以我跟你连麦一下。哦，好吧，那你挂吧。对，确实，我还以为又怎么了呢。没关系，我们狱友之间就是要互相利用的。我也一会儿就是卡了的话，我可以利用他一下。嗯，利用他就是看一下我这个卡不卡。他为什么不在？对啊，今天就我比较老实，就我就先来报道了。谢谢 DYS 的大神。封一个工具人玉虫，谢谢单身美少女的大神。啊，已经一开了吗？没有吧，这么快？哦，8:02了。好，静怡，你看了吗？看。哎，你看，我多了解好静怡，我这个他这个 iPad 密码，我分分钟输对，是不是很棒？还没完全开啊。对的，我知道他的密码。好卡呀，这个看书立还没有呢，现在是广告。主动争取点。好卡，我这边就卡在卡在一些画面上，怎么这么卡。可能在准备吧。我怎么卡的是这样，你们也是这样吗？就卡在这个地方。哦，你们也卡。反正我就看见弹幕怎么在一直动，但是屏幕上样子是卡的啊。那我换一个线路。哎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今天这个，我感觉我今天我把我的睫毛都刷上天了，就真的很成功。你看我到现在，现在它都没有塌，而且这不是我画上去的，这是我自己刷上去的。
我今天被我的这个睫毛就是开心了半天，对，而且现在不是很苍蝇腿，有进步了。是的，我也觉得很欣慰。就下一次可以，再多起来去。对，现在还没塌，是因为我用了两种睫毛膏，我一种刷完了之后，我就又用另一个再刷，然后就好像就不会掉了，很神奇。但是现在卡在这个地方，就不动了。哦对哦，那我就刷了三次，我现在刷了个什么定型的，然后呢打底，那个叫打底，刷了个打底，然后刷了个刷新啊，我看一下刷新，我换个线路吧，也不能用原画是吧，背线三，背线线路三正在缓冲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我现在最好不要用原画，但现在好像只有原画这个吧，清晰度，对，它现在清晰度只有原画，我现在声音都没有。我看一下这个网是不是不太对，331，哎，没有毛病啊，怎么打不开呢？哎，打开高学艺了。咱们今天是单身赛道吗？谢谢单身美少女的大赏。哦，巡演哦。嗯。看看 SNH。好卡，看来不是那个问题。谢谢 DYS 的秋天奶茶。对，这两天就是好很多了，不是那么塌。谢谢大王的玫瑰花。用口袋看，谢谢单身美少女的巧克力。但是感觉口袋，我习惯用 B 站看，感觉 B 站就会弹幕看的更那啥一点。哎，但现在没有开始吧？直播没有开始是吧？我觉得要是开始了，应该就能看。对，等开始。喂，你好。他不卡，什么东西啊？是吗？哎，我这什么破口袋？谢谢珍妮今天一夜了没的皇冠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你的皇冠。但是我怎么这边都没有显示的呀？我还说你们在说什么？我假装看到了。哦，啊，可能卡住，应该我一会儿就看见了。啊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啊，但还有夜啊，怎么我都不显示啊？谢谢住在玩七心里的单推的夜蝶，谢谢你的夜蝶，我怎么啥都看不见？你们就是你们送的这个提示我都没有看见，是你们说我才知道，因为但刚刚的黄那会儿还有啊，刚刚的礼物还能看见，现在看不着了，是连完麦的原因吗？谢谢做看运气的秋天奶茶。我没啊，这个礼物特效是关不了的，这都没有这个项选项的。看看 ，OK， 可以了吧？现在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，哦，开始了。是吧？是吧？是吧？
这是什么广告？哦，十年。嗯，哦，我今天看到十周年的那个，哦，开始了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欢迎各位前来观看。看看红玫瑰、白玫瑰。Wow. SH48 Team S2 蒋云2021年度 MVP 定制公演。在观看演出的同时，请注意以下事项。我今天没有发微博哎。请各位观众发微博。工作人员指示：凭票依次入场，对号入座。二，请勿携带分发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横幅、标语、旗帜。条幅等超过50×50，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，以及谢谢哦，现在能看见，但是我只能看见提示，没有特效。谢谢单身美少女的夜蝶，谢谢你的夜蝶。三，请非拍摄位的粉丝勿对演出内容进行摄像、摄影、录音等行为，请将您的手机及电子设备调至静音状态。谢谢 R13的巧克力。四，请勿在场内投掷物品，场内严禁吸烟、踩踏座椅，不得翻越隔离措施。在观看演出期间，请勿干扰演出正常进行。一把五，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，谢谢 DYS 的违规行为，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将其没收，并有权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。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耐心等待。我是，你是机器人。谢谢王娜桃的巧克力。因为这个每天每次公演都能听到的啊 ，staff。哇，还有楼梯耶，还有梳妆台哦，它不会开始就是舞台剧吧？你们现在在看吧，你们手机和什么在看？哦，这个是他的书架。我打个水。哎，刚是只念了一遍是不是？是哦。站在他的站长办公室。哦，看一下，不知道开头是大哥还是舞台剧。豪金，你要看吗？来了。哎，豪金把我送他这个娃娃变成这个样子，我真的很离谱，我真的觉得很无语加离谱。我生日送他的娃娃现在这副鬼样子。我昨天还给他做的造型呢。这是你做的他造型？对啊。这什么野人？他进了监狱怎么就这样了？瞧瞧大家，这是他说的能看，瞧一瞧大家，我真的，哦，亲爱的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来到紫藤剧院，今天晚上的演出即将开始，麻烦拿出席票，有序进场。我是我的这个在这儿，哎，对，你看我能拍到这么多，来这么多次，我就在把那个放这个，您最会喊空吗？这样我就不用过去。哎呦，我说您别挤了，你看看这票上不都好好位置了吗？什么？你们今天晚上的表演？嗨，别开玩笑了，这谁还不是为了可可一真的好好像那个暴虫。
舒丽，舒丽好记，舒丽，舒丽快。你，他天，他，你知道他说什么？他说我饿了，他去取外卖了。这好有意思啊，感觉。是啊，哇，好想看，突然好想看舞台剧。上一次看是在那个，看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，就那个什么船长，杰克船长。玫瑰姐，演出都开始了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呀？哦，花姐说这场不缺人，让我在这候着。可是这不是你的出道首秀吗？你都准备大半年了。没事，要不你先找地方休息一下。可可一真的好像个小伙子。我先去后面忙了。玫瑰，今天不是你的首秀吗？你演出都开始一半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哇哦，真是巧合，刚从布拉格回来，即将成为上海滩最著名的导演。你好，我是乔木。你好，你怎么把别人都带进后台来了？什么别人啊，他下周就要尝试组成军给你们排秀了。哇，别可是啊，我总跟乔木提醒你的，一会儿我就大声的唱，让他看看你有多厉害。可是我今天上不了台呀。我不管，人我已经带来了，你可不能给我丢脸。又不是让你上台唱，就在这儿大声的唱吧。哇，哇，他们这个羽毛扇好漂亮，很有那个感觉。好静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他的书里还正在表演呢。取个外卖送慢。对，他在外面手机没网，他都快快快，他快回来。这首歌都要听。快快快，好静怡，快快快，快快快，我调整一下角度。我知道，我要拿过来。这样就可以避开。你打一下吗？把这个要不摆，我把这个去掉，摆在这个地方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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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算了，还是取掉。你放吧。OK， 耶、yeah ，好了。李珊珊，李珊珊给我收拾。怎么了？乱七八糟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玫瑰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轮到你上场了吗？就是，你当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花姐还在这儿，轮到你在这显摆。花姐是谁？是的，不知道。不知道你在那显摆什么？哦，这是花姐。行了行了，
林坤在后台跟着唱两句，有什么问题？散了吧。我想放这个地方看。嗯，我可以把这 iPad 放这个地方。你可以把你的镜头移过来一点。这样，我再坐过来一点，帮我拍吧。玫瑰。哇，他们又欺负你了。哦，完蛋，我手机好像电不够，可能看一半就那啥了。总是这么嘴硬。来，这是我给你带的点心，吃点甜的，人就开心了。兰陵，你总是这么善良。你呀、啊，他刚刚应该是看到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嗯，你们淑丽的表演看到了吧？就总是看是安迪。哎呀，他没有给我吸管，因为这个支架它没有那个充电线的位置。玫瑰，只要你愿意，蓝藤券、绿藤券我都能帮你安排。什么紫藤券啊？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。你过来，你吃吧。我吃饱了。这里不是剧院的客人吗？不是慢了点吗？反击从现在开始。你看，多美呀、啊！我以前可喜欢这个，我隔段时间就会看一次。会接受为过去结尾。你看过这个吗？是吗？是之前的吗？嗯，对，向阳的星光。哦，我好喜欢现在这个感觉，老河粉了我。延迟吗？我这边。哇！绝对不会改变。它是原版的还是改过这个剧情？说是有角色是有改动的。哎，我的湿疹好痒啊，我想挠它。哎，不能挠它。对啊，我这两天可能要回暖了，气候，然后就犯湿疹了，有点。好痒。没擦呢，我一会儿得擦一下。对，腿上，然后之前可能胳膊肘子这个地方有，但是好了。没忍住挠了一下。总有一天对，腿上其实还好。巧克力，对，感觉真的是在，好美哦，这个场景。能为了梦想这么坚定，在不久的以后，我相信。我这里很延迟，但剧院一定有我的舞台。先看吧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。
哇，好催泪啊。嗯，谢谢伊森的开头就这么哭啊，没有暂停过。谢谢七杯三糖四杯奶，谢谢玫瑰花。要不重进一下，重进怎么可以？给他的玫瑰花，他们说刷新一下。哦，谢谢不爱说话的小光的缺点奶茶。这，哦，是 Coco 一出来了吧？我现在刷新了。这玫瑰节也太……不到半年的时间，就已经成为咱们花姐亲自选定的必角了。要我说呀，这玫瑰节以后啊，可是要成为咱们紫藤剧院的顶梁柱的。毕竟花姐那么忙，已经没什么时间亲自上台演出了。又是他们四个，那换衣服挺快啊。叫她花经理了。年纪不大，口气不小，才跳了几天舞啊，就能成顶梁柱了。就是。哎，这玫瑰姐长得好，身段好，唱的又好，怎么好拽？恶人，好拽。紫藤剧院来来去那么多人，长得好，身段好，唱的好的不计其数，又人人都能成为顶梁柱，哼，那这成了什么庙宇大殿，到处都是柱子了，你说对吧？好了，小冯，那个玫瑰平时冷着一张脸，都不和我们说话，你向着她做什么？玫瑰姐再不爱说话，也不像你们几个似的，就知道在背后说人坏话。好你个小红，咱们俩同一年进的剧场，你现在光会向着别人了。嘿，那也不像你们几个似的，歌唱不好，哎，舞唱不好，就知道在背后啊。好可爱，对，他真的像个小男孩。嗯。哟，你可终于醒了呀，架子可真够大的。昨晚睡得迟了。今早也就起晚了，真的。是，昨天从开场的压轴都是您的秀，我们几个当然没有你累了，你说对吧？瞧你说的，他在前面唱，我们在后面唱，谁又偷懒歇着？就是。好了好了，都别说了。阴阳怪气四人组。大白天不去排戏，都踹枪了什么呢？花姐，花姐，花姐，还站着干嘛？等我来请你们吗？玫瑰，玫瑰，下去换衣服了。这些日子有点忙，真的很辛苦你了。等我把手是的，花姐看着好有钱啊，好富贵。花姐，我一点也不累。我知道最近剧院有些难处，但是你尽管去忙，这里有我呢。W 甜是谁？要是大家是 Coco 和甜甜的 CP 名，叫 W 甜。为什么叫 W 甜？就是 W 甜。Coco 也叫甜吗？甜甜的巧克力是这个意思吧？是不是他们俩是不是这个原因叫 W 甜？应该是吧？是的吧？是的吧？我没有说错吧？哦，对对对，你看，对对对。哇，全拍烂了。是破茧，对啊，谢谢 Joy 的巧克力。好戏上演，好戏上演，哇哇哇，这个哇，这个好有感觉，哇哇。谢谢 Device 的玫瑰花，我觉得这种现场看肯定很棒。嗯，哦，哦，哦，看起来是改变了，因为以前没有这首。哎又哎又是他们四个，哇！
这速度也太快了吧！哇，好快！一键换装吗？你看这咱们四个吗？你看发色没看出来？那不是小爱，那是他，是吧？看看这吧，是的吧？还有些期待，呼吸竟然比心跳还着急，灵魂似乎还没反应过来。你看是他们死了，哇，厉害！这能，呀，眼睛好使。谢谢木婉婉的秋天奶茶。三套衣服，什么 Bravo？ Bravo 哦 ，Bravo， 他叫 Bravo 小姐。我要给你个舞台，啊、是一个专属于你的舞台。好棒，厉害的意思。你太夸张了。Bravo， 玫瑰，你太厉害了。哦 ，Bravo。疯狂了。哦 ，Bravo 啊。哦。我还跟花姐说，他叫 Bravo 小姐。我就说他叫 Bravo 小姐 ，Bravo 小姐，意大利语，嚯，意大利语，哇。叫花经理了。他盘下了整个紫藤圈，好敬业，我以后叫你 Bravo 小姐。啊，玫瑰小姐，我突然有一个灵感。哦，他叫玫瑰，对，一定很适合你。如果你能担当主演，一定可以爆出不一样的火花。我觉得这一切还是听花姐安排。啊，这语气词。玫瑰，你要像我一样，无条件的相信乔木导演的判断。他说你行，你就一定行。相信什么？相信什么导演的判断？玫瑰，你的舞台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，所以我当然会选择你来接任我的位置。我可以吗？哦，乔木导演，乔木导演。希望你以后也别让我失望。哇，看起来真的很富贵。嗯。花姐。我真的可以吗？哦，可以的。我又慢了，哎，没有办法，我们那你再刷新一下。为什么我每次看都比别人慢？哎哎，不刷新了。哎，可可又来了。哎哎哎，各位也请看啊！哎，这可是咱们紫藤剧院当家花旦。哦。哦，是啊，可可以官方独家呀。对啊，真的好像跟小男孩。哦，这是我说第三次了、啊、真可爱，比我外甥可爱。只要一块大洋，一块大洋啊，你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 Coco is staff， 要来几张？你好，能给我一张海报吗？一块大洋，你哪好？一块大洋，可是我只有要不还是再攒攒吧。可可怎么那么好笑？就能买一张大盘了。嘿，这女的谁呀、啊？最讨厌这种问了价还不买的人。你好歹还还价呢，真是。小峰。怎么了？星辰姐，没啥，就一个不相干的人。哦，哎，星辰姐，你还没打扫完吧？我帮你啊。不用了。哦，
花经理叫你呢，快去吧。啊、花经理，不会是我又犯什么事儿了吧？哎，可我海报还没卖完呢，要不我发了吧？哇，好个福利！当我傻呀？想要啊，自己买去。紫藤剧院啊。星辰姐、嗯、我先找花经理去了，等我忙完了就来帮你哈，你等我哈。星辰姐，台下刚那是托儿吗？不是吧？不是啊。哇，就真的好自然啊，就是在哪买紫藤卷，台下那个剧就像托儿一样，就是刚刚好。哎，给我一眼的真的很好。嗯，让我一下回到以前，因为真的想要啊，对对对，十周年的微博一会儿。你说我要去吗？去啊，为什么不去？这只是一个普通的酒会，而且有我在呢，在担心什么？但是花经理说我也可以不去的。你傻呀？如果他真的不想让你去，干嘛要把请柬给你呢？你是知道的，我最讨厌这种应酬。哎，在这个圈子里，被花经理保护的太好了吧？这么普通的应酬都不参加，当年他也是没少跑这种场子，不然哪有紫藤剧院的立足之地啊。可是我只会唱歌跳舞，我也只唱歌跳舞，这样不行吗？你现在那么简单，我的姑奶奶，咱俩不就是在酒会上认识的吗？还是我介绍你进紫藤剧院的呢？你当我那个时候是在玩啊？一桌子都是生意，一桌子都是买卖。热爱大地，对我们这样座位跟桌子比较舒服。谢谢 DYS 的是个大神。谢谢吉舍的夜蝶，谢谢你的夜蝶。我那时候是去唱歌的，我现在是个什么身份？我的好闺蜜啊，我的好朋友，这个身份怎么样？哎呦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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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哎呦哎呦叮一下，这要跳换、啊、因为在酒会了吧。哦，大家怎么不喊哭啊？要喊要喊。玉林，哎呀，玉林好帅呀、啊！哎呦，还那么、啊，哇，他演的很好，明姐。嗯，那种初来乍到的感觉。呜呼，呜呼，呜呼，秋如怎么也穿了西装？好漂亮，嗯，好帅，嗯，好可爱。看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只是一个普通的酒会，有钱人喝喝小酒，事儿就成了。你倒是如鱼得水，我刚才跳的那几下，感觉比我在台上跳一天都累。你不会真想在紫藤圈跳一辈子吧？花姐当年叱咤上海滩，最后还不是及时转往赛道当了花经理？谁能当一辈子台柱子呢？嗯，
你在叫什么？就是最近看见玉人有点敏感。在我头上。他说怎么刷新一下，有点慢。又慢了。嗯。也没慢多少。你别洗皮了。舔的吗？就是那会儿没喝水，干了。那你喝。喝了两缸，喝了。调暗一点，我一般调20%，这样。嗯，白光的20%，白光，白光20%，这样。嗯，或者是再低一点点，你可以看着。看亮的话，那种模糊朦胧美。我主要现在光不均匀。谢谢不知名崽子的大神，你看我这边亮，这边暗。没有啊。很明显啊，你看我这边亮，这边暗。谢谢做餐饮皮的大师，这还好。一起加薪又加薪的大师，还好是吗？好吧。看起来差不多。好吧，我感觉看起来现在好一点。炸毛了，因为我刚刚弄头发就是扒了半天。妈呀，这也太稳了吧。完了，是枕头抠破了。我自己的，为什么会有湿疹？因为我是根据气候，就是天气有点潮湿，可能就会有这个。我现在显绿了头发。哪有？不太方便，我现在感觉穿个裙子。放到能看的地方。手放在这儿，你就全程把你的手放在镜头里，你就这样，这取暖，正好打个光。嗯，我觉得这样的光才是均匀的光，你看，这样是均匀的光，这样是不均匀的光，看到了吧？这是区别。但我觉得你那样也很好看。嗯，谢谢。嗯，如果可以一直站在台上，如果可以，对，我们房间它正好是正对的。但时间总是悄悄前进，带走你不舍的荣耀，也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人。啊，这要这么神圣的地方，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上的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干什么？天线有点像。嗯，不能。哎，又来了，他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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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来了。哇，今天衣服好好看啊！新做的衣服就是好看。对，今天这个发色也不错呀，还行吧。那我又换一个、哦。也行。哎，你们听说了没有啊？
隔壁那个星梦剧院最近在举办一个叫什么"最佳拍档"的活动。最佳拍档。最佳拍档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两两组成一组，然后进行表演。他们肯定是开不下去了，专门搞这些乱七八糟的来抢我们的生意。就知道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，哪有我们的秀好看嘛？就是的。我还听说呀，他们特别喜欢给组合起名字，还说四个字的会比较容易火的。我不信，我觉得两个字的也能红啊。哎呀，那你说，如果我们剧院也举办这个活动的话，玫瑰姐和谁搭档会比较好呢？玫瑰姐，和我，和我，我叫心儿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叫梅心。梅心，我都说了不行，要四个字才能火，怎么也得叫梅心梅肺吧。我觉得跟我也不错啊，叫蓝玫瑰，跟我叫柳叶梅。要我说呀，可以叫玫瑰花。哦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啊，要让我们的玫瑰姐和花姐组成一对，这样多有意思啊。哦，玫瑰花。我们没迟到吧？没关系，等他们一会儿。鸡毛掸子。你听大了，听不听？你说怎么就这么不公平啊？我就调了一下。去看。大家都是伴舞，凭什么就我们两个人打？完了，我们卡了。好工作了。没有，这是剧院的规矩。刷新了，也是我们的本分。好啦好啦，你说的话我当然听啦。对，刚刚卡了一点点。你们有没有听说隔壁星梦剧院举办的那个活动啊？杨幂在干嘛？哦，好像是叫最佳拍档。对，挺不过的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我知道那个，他们前几天去郊外搞了一个什么团建，我还去打凑热闹了。这个就去凑热闹。你说，如果我们也是隔壁星梦剧院的人的话，那你们两个会不会组成一对啊？当然不会啊，我们俩应该都能找到自己的搭档吧，你们应该也可以吧。嗯，行了行了，别聊了，演出就要开始了，抓紧时间。花经理，你看我今天头发好看吗？好看好看。经理，我今天特别乖，你看我为了上台好看一点，一整天都没有吃饭呢。不吃饭怎么行？万一会没力气怎么办？多少还是得吃点的。你刚才笑什么？不知道。向阳，坐在那边干嘛？打扫完了就快来帮忙。哦。台下在笑，跟着一起笑。导演。嗯。导演，昨天您排练的时候，兰妮小姐又来找您了。我知道您排戏不喜欢有人打扰，就没告诉你。一定是我父亲让他来。您放心，他不能决定我的一切，我也不会放弃我的。那就好。哦，对了，前些日子乔府送来一张请柬，你也知道他们上流社会的酒会太过高级，姑娘们年纪还小，我怕万一在那种场合说错什么话，怕是不好收场。所以，这请柬虽是送到您的手上，怕不是为了给我看。您放心，这紫檀剧院谁也不用去。哎呀，哎呀，啊，他怎么了？兰兰，兰兰，兰兰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叫兰兰？他今天一天都没吃饭，肯定是饿晕了。你们是要气死我是不是？哈，演出就要开始了。哦，甜甜晕倒了。谁来替？你什么什么反射弧啊？不是我刚。哦，人家晕了一个世纪了，这他晕倒了。向阳可以啊，我可以。开什么玩笑？你说可以就可以啊？这可是我们乔木导演花了几个月新排的大秀，不能出错是吧，导演？向阳，赶紧换衣服，准备上场。你可以，演出就快开始了，快动起来！慢点，阿梅，怎么了，导
验，一会儿到向阳旁边盯着他，免得他出错毁了我的秀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哇！哇，这一段是什么歌呢？对峙吧。他说现场也唱了。拜托快收起你那浮高姿态。云姐演的是他原本的呀角色。在放肆小心我握紧的拳头变成子弹，逞强和射箭用舞台征战，最高明的较量在方寸之间寻找到你的破绽。看困啊，我只是闭眼睛显得像困了，我没困啊。你看我现在这样闭着眼睛就会显得是想困了。马上就可以处理好。这个烟路的玫瑰是你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都向着他？我呢？这声音也太好了吧！都不重要吗？玫瑰。真的是你吗？是我做的，可那又怎样呢？怎么了？是你故意安排人掐断了演出时的音乐，是你故意骗向阳去参加连你也不想去的酒会。他不是很愿意救场吗？他不是很愿意为剧院尽份力吗？我只是给了他这个机会。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舞台的失误我可以救场，酒会你和乔布都在，他能有什么麻烦？我只想告诉他，他的人生不应该这么一帆风顺。世界上哪有那么多贵人，哪有那么多的机缘巧合。做错什么了？你也不小气我。哇哇！快来看，快来看。
哦，哎，这个现场还是 PV 啊？应该是 PV。哦。相信拼命总有个人会懂，还想努力也是的那个我，呼吸有时候变得微弱，努力不求梦醒就过，冷嘲热讽不断交替，字字关于自己心底，天使恶魔的交战不曾停歇，谁会在乎我？黎明前的曙光却迎着太丝滑了，这一次超无缝衔接，超级无缝衔接。也不痛，也不是 不痛，也不痒了，我涂药去。另一个我藏匿在身后，是舞台还是现场？啊，不，这是 PV 还是现场？不知道了，哇，这已经分不清了，是拼的。台剧排了多久啊？感觉这个很需要费心。好漂亮这个地方，哇，哇，其实我觉得我们后面有个这个屏真的蛮好的。发言时刻的翅膀没来得及弄上，有点可惜。哦，这个是买的，哇，连摄影都好牛。
玫瑰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让你失望？我花了那么多力气才能站在舞台中央，但时候到了，你还不是要抛弃我？拜托你搞搞清楚，到底是谁抛弃了谁？老头，玫瑰姐。玫瑰姐，你都知道了，你拿着箱子要去哪儿？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？舞台快要开始了，我们去后面准备吧。你一定很得意吧？楼梯都没有扫两个月，都能站在舞台最中央了。玫瑰姐，你之前所做的一切我都可以一笔勾销，但是这个位置我是不会还给你的。很好，希望你的天赋和幸运能够配得上你。夏阳，你去哪儿了？演出马上要开始了。去吧，去做那个不会让人失望的向阳吧。玫瑰姐，星辰姐，向阳，你昨晚都没有回来，你去哪儿了？昨天本少爷在门厅给他留了个地方，收留了他一夜。我知道酒会上的事情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对不起，我不该对你发脾气的。你没有错，一直以来是我错得太离谱了。你们在说什么啊？星辰姐，演出马上要开始了，跟我走吧。但是我还有话想说。有什么话舞台结束再说吧。至少我还有这个舞台。我腰好痛。涂一下，拜拜。哎呀，我的腰呀。